呢，咱上水的主持人啊，今仔日哈，咱的自由阅读，咱的主委啊，各位委员，各位最敬爱的住户、好朋友、小朋友，啊，跟咱建设公司咱的陈董事长，所有的好邻居，大家好，好，真的很高兴。咱自由阅读呢，哈，真正是哈，那个居住品质是第一，因为咱家这么一大楼哈，我时常拢会伫大楼参与这个开会、甲活动哈，来到咱家哈，真正是咱哈在座遮所有的邻居啊哈，真正是哈，大家人拢足好诶哈，人讲大楼哈，上重要的就是哈，咱这个邻居啊，大家人素质拢真好，啊，敦亲睦邻做有好哈，啊，大家回来到厝还拢感觉讲真幸福，甲真快乐。那今仔日哈是这个中秋晚会，我足把握这个时间来到这来甲大家问好，因为平常时呢哈，大家拢伫大楼，到底咱的住户哈要甲大家拜访，真正无容易，所以把握今仔日这个时间来到这甲大家问好，啊，祝福咱所有咱家好朋友中秋节快乐。老师要来订服务的哈，一通电话，啊，伫个这大家人互相联系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固然咱的感情就愈来愈好。再次的祝福大家中秋月圆人团圆，家庭幸福美满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陈议员，谢谢。哇，听到熊素也主持人就觉得很开心。